Willkommen.损伤严重，这里断掉的部位，这个还好，这边 OK， 这边也断裂过，这比较惨的是这里，这边碎掉，所以这边修复，这边底座是 OK 的，这边也坏掉过。这一段暂时补好，还在加强。这一段已经碎掉，必须锯掉。锯掉了，这个碎掉的部分，再用那个砂纸把它磨一磨。好，切口磨平。看一下。差一点点，从这边收起。让线可以好缠到在上面，增加摩擦力。怎么？不会只增加逗猫棒的功能吧？当然可以钓鱼啊，当然逗猫，太浪费了。好啦，初步间隔完毕，这边跟这边强化掉了。杆子的话，我看有多长啊？6.5尺，大概6.5尺，现在6.5尺左右，够了。处理，下一步，这个就要打。把它涂上，红袖，头可以收了，头收起来，大概收起来大概这样，虽然比较长一点，但是 OK 了。那我要把这边再强化固定就可以了。好，大致上这样子，旧杆你看，这是裂开的，这一段也都裂开，裂开了，这个也更惨，这个也都裂开了。好了，就这样子吧，到时候再强化一下就可以了，应该是没问题的，可以再拼命看了 ，OK， 拿去钓，你看看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伍佰啊。现在是清晨5点多，应该知道我在哪里了。好，这边又冲出了一个地方，不错。看了一下，决定钓这一边了。上面那边也不错，有机会我去试试。那边冲抓住一个平台，那个凹槽，一个凹峡，应该不错。现在冲出来就有机会可以去那边钓钓看了。好了，先试试看。饵料大致上是这样子，鲫鱼饵，然后万香网，然后一点这个香虎，修复的手杆 ，OK， 小红杆继续测试了，
OK， 这样子。正吃啊，没有正吃啊，吃就好。直接拖走，你也太不客气了吧！哎，哎，太大了，吓死了！嗯。小那么肥，小鱼那么巨小，一条比一条肥。靠背靠背，等你等你。修了，断掉 ，OK。
酷。改用这个长标试试看吧。看起来不太一样，有什么都不一样。第一次珍宝，终于在最后下课，我终于钓到这一条，可惜它有受伤了，很漂亮的鲫鱼哦。乌文锦，这算是在溪边上钓到的，可是它有受伤，有感染，要蛮冷啊，那就给它回家吧。OK， 不错吧？可以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吴白啊，今天在乌日这边做钓。一开始全部都是阿福，后来最后下课也给我钓到一条鲫鱼。好啦，真的是不太好钓了，那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